今次 MV 我覺得在搭景上面是咯，即係大家見到呢個廠景都是很精緻，好似佈置咗個森林咁樣咯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是真的很靚嘅，即係我嚟到現場嘅時候見到個景都已經哇，得唔得㗎咁靚？因為本身我係幻想的世界是很原始部落，跟住好阿凡達世界咁樣，跟住之後點知去到呢棵樹咁樣，即係好似伊甸園咁樣，所以我都好期待出嚟嘅作品究竟係點。大家無論喺角色上面嘅造型啊，都好 Q 好得意，同埋好靚，跟住又有啲小朋友喺度跳，跟住好似同我自己本身諗嗰個 concept 係好似喎，即係好似世界大同。有不同的人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咁可以最尾建立到一個大家一同理念的世界，好開心，好有希望咁。頭先同小朋友，我有冇我自己想象中咁困難喎？因為小朋友通常都好貪玩，又或者未必會咁 focus 到噶嘛。咁但係今次他哋又好聽話喎，老師喺度叫佢點點點，哦嚟陣左走右走，咁佢哋都聽話喎，係咯，都多謝家長佢願意提供佢嘅小朋友嚟參與個 MV 咯。呢首歌咧其實就由我同 The Hurst 嘅香吻一齊作嘅一首歌啦，希望可以帶到一啲正面、正能量啲嘅 energy 俾觀眾咯，因為始終廣東歌都好少呢類型嘅歌。我係好中意做一啲廣東歌唔係成日見到嘅歌，咁希望帶多啲新元素俾香港嘅聽眾。咁嚟緊就好想好想透過呢首歌之後嗰條今年嘅歌啦，都可能係一啲正能量，又或者令到現場觀眾可以大合唱嘅一啲好大能量嘅歌。咁呢首係開始嘅第一首，咁嚟緊仲會有幾首。